我今天穿这套道服是因为……这样很好，显得对大师尊重。穿了新道服，不要束手束脚，让它变成你的拖累。是。记住大师的每一个字，尤其是关于旋风三连踢的问题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在外面守着你，有什么需要，出来找我。去吧。袁宗师，我想请求您一件事儿。我愿意用今天的指导来做交换。怎么出来了？是忘拿东西了吗？我帮你拿。不用了，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？嗯，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出来了。你干嘛，若白师兄？约好了是一整天的时间，一定是误解了，我去问清楚。不是这样的，若白师兄。你要干什么？让我进去，我有事问大师。不行，这是云院宗室的私人住所，没有邀请不可以随便进入，没有云院宗室的允许谁也不能靠近。我一定要问清楚。云院宗室，我是松柏道馆的若白，您答应指点白草一天的时间，可是住口，不许你打扰云院宗室。够了，少昊，你让他进来。云院宗师，是不是百草做错了什么？不是答应的，要训练一整天吗？百草今天表现得很好。所以，我答应他一个交易。年轻人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云月宗师，好像。袁师兄，怎么了，百草？我刚才看见云月宗师的时候，做错了，谢谢你，百草。只是我还没有想好。若白师兄，我全都知道了。
你和云月宗师的关系，你退出元武道的原因。当初你执意退出元武道，丢下我们，丢下松柏，没有过任何解释。我一度恨过你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向你道歉。陆白，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，是我让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，让你从原来那个爱笑的若白变成另一个人。这些都不重要，这个心结你还要他困住你多久？我不参加比赛，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因为我而想起不开心的往事。我希望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平静的，没有阴影。你以为退出元武道，他们的生活就平静幸福了吗？初原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只要那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，哪怕你不再喜欢元武道，哪怕你再也不练元武道，我都没有关系。可是，那是你真正的选择吗？你不后悔吗？我一直记得，当年率领松柏一次次拿到冠军的初原，是一个笑起来比阳光还要灿烂的少年。那时候，他的快乐感染着整个松柏，感染到艾阳的每一个人。那才是真正的你，初原。我一直努力，想要重振松柏，想让松柏回到过去的时光，不是为了过去的荣誉，而是为了在过去的时光里，幸福快乐的玉馆长、玉夫人、你，还有我们所有人。所以，现在是时候打开你的心结了。陆白师兄，对不起，我放弃了让云月宗师指导的机会。你失望了，我一定会刻苦训练，争取补回来的。你做得很好，谢谢你。白师兄，你说初原师兄会正式复出吗？不管会不会，初原解开了心结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继续。对不起。没事，回国之后就要和天一比赛了。
从明天开始，训练加强，明白吗？若白，百草，初恩师兄，明天就要回国了，要不要一起出去转转？你们出去吧。可是，不是要准备跟婷宜前辈的比赛吗？比赛前也该适当的休息。今天是在韩国的最后一天，你们出去玩玩吧。咱们一起去吧。来到上海之后，还没有出去走过。不了，我还有事。别玩台风。